赛季初5300分战神局，我的上分速度到底有多恐怖？这个单子号还差最后180分，今天就能稳封神。不过队友一打一没打过，差点要大分。如果被补，相当于这把白打，或者秒补。我操！差一点就死了，知道吗？差一点就被秒补了。哎，我太帅了哥！这把吃鸡加了把大分，足足9分。封神线今天大概要涨100分左右，也就是说必须要在晚上12点前打到5480分才能稳。牛逼！我说这把。此时距离上榜还差40分，但是想稳远远不够。接下来感受一下多赛季四排榜上上分速度吧。你们打一把，我感觉有人。就挺难受，就挺难受。对对对对。你抢上来直接干。白车干干这种大红。哇哦！好的。我你妈这个到我这儿了，别着急，我这回来应该有了。过去。队友，你没扣分吧？四打一，只有一个。嗯，哥哥哥哥！哎，我射中他了。漂亮。一枪。亮，反正你俩人亮，拿点。标记。nice， 8分。我有个鸡鞭，对不对？抢走了。十二星渡劫成功，高仿高仿一分进入500强。500强了，500强了。打雷了。在我脸上，在我脸上。哦。妈，这不打雷了吗？是啊。别敢看。怎么又抢球了？打翻了！巨弹巨弹巨弹！我拿平底锅，我拿平底锅，我直接他给弄死他！牛逼！目前已经高榜30分起拍，淘汰分也高达5000，基本上把吃鸡上分速度非常快。赛季初打渡假岛能有这么高的淘汰分都是狠人，打到80分才能稳住今天的战神继续败。这把吃活鸡才加了3分，真的累。这把如果能顺利吃鸡的话，就可以稳战神了。现在剩下一个3人队，还有一个马鞭，而我们还在到处找人打。他瞎玩呢。队友，我被六了，哥。队友那边有人快速赶过来。生气吗？前方有危险。这里有个队拉过去了。牛逼哥，他偷我，给他反应了，哥，你怎么帮我哥？哥，给个机会，哥，帮我降一下，哥。我打了一枪，救我一下，哥！我打了一枪，哥！给个机会，哥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没烟，我没烟，我没烟，没烟！睡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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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人呢？哥，我流死了，哥！他，我给你拉烟了。我还是进吃鸡了，再死鸡吧！拿下，下班。你以为在澳门当老大有色钱的吗？我用得着跟小人物纠缠吗？是他们自找麻烦的。我5000了，他来了。别说我不想闹事，就算我想闹事，又怎么样？那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走了。Get them inside, come on, we're thirsty tight. Get them inside, pop this side. Get them inside.